太美妙了，这一支酒有一种丝绸一般的口感，咽下去之后，它的回味是麝香，棒极了。你知道吗？像这样的酒，我收藏了100多瓶啊。看来红酒收藏是个不错的投资啊。哦，你稍等一下，我有好东西给你看。 这是我的会员登记手册。哦，谢绝餐馆。抱歉。百村庄、波尔多、宝物洞酒庄顶级的红酒，而且是伟大的1982年。 这瓶酒是假酒，假酒？你什么意思？这个酒瓶制作的十分精良，而且各个细节都做得非常清晰，一看就是酒庄出来的原装货。但是，它酒瓶上的标签，左右两侧有 0.03 毫米的高度差，还有手感有细微的凹凸感，所以我判断这瓶酒是真的，但是年份不对。 这个应该是重新贴的标签，换成了更值钱的年份。吴先生，您该不会是想测试我吧？嗯。<笑>我想跟你开个玩笑，哎呀，你真厉害，那么一点点的小小的破酒都被你看见了。 行家，行家呀，真是幸会啊！来，我们喝酒，啊，喝酒。吴先生，感谢您今天的款待，时间不早了，我们就先回去了。 要是我没说错的话，你们三个根本就不是投资公司的人吧？赵总监，你伪装得很好，但是一个破绽出卖了你啊！吴先生，我没明白您的意思。品酒之人，怎么会不醒酒就直接喝呢？ 这个破绽太明显了，所以你才是那个行家，都是你在后面指导的吧？没错，是我。我们是保险调查公司的，我们来是查一桩利用网络攻击制造的保险案，相信你心里应该很清楚。 这样做是不是不太符合规矩啊？
合不合规矩不重要，真相才是最重要的。我现在可以非常明确地告诉你，你就是制造张格车祸的真凶。既然你们能够找到这儿，就说明你们是有备而来的。没错，是我干的，那又怎么样？那你又是何必呢？他们跟你无冤无仇的，又没有伤害到你和你身边的人。我无怨无仇？一个小时，就差一小时，我的腿就可以保住了，我太太的命也可以保住了，而他们呢，见死不救，那一天彻底的改变了我的命运，而对于他们来说，也许在他们的记忆里面什么都留不下。我必须做点什么让他们记住这一天。所以你就策划了这一切？是的，我就是想报复他们。我已经准备了很久了，我要让他们知道我当时的痛苦和绝望。那你如愿以偿了，他们被吓得要死。把电脑给我留下，这个是我拿走。别动。我已经告诉过你，虽然这是一把老枪，但也一样可以杀人。你变形，请别得意忘形，警察早晚会拿到证据的。没关系，去报警吧。在警察来之前，这些证据都会被销毁的。OK， 我们可以走了。说不远送，请。请问是吴晗先生吗？是啊。我们是斐阳资本的，来拜访您的酒庄。这位是我们收购部的赵总监。吴总，你好。赵总监。喂，折腾了半天什么都没捞着，我电脑还搭进去了，你陪我。那个钮梦怎么会来这里？东西帮你拿到了。谢谢啊。玩什么花样啊？高手一般都是有 B 计划的，像吴晗这种可以设计出这么精密案子的人，
一定不会那么轻易的上当。想要从他那儿弄到证据，我们必须要花点心思。我们来探访他的酒庄，一定会引起他的怀疑。我必须要让他放松警惕，才有机会得了手。所以，你是故意让他识破我们的？当然，等他识破了我们，他才会彻底认为自己解除了危险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就在这个时候，我们再扮演成真的客人，这样东西到手了就容易多了。完美，这都是你们设计好的。我们就只是炮灰。哎呀，我不是不守规矩的方圆吗？既然案子已经结了，我的钱呢？哎呀，哎呀，腿怎么突然间疼的？哎呀！如果你肯加入百应，你会得到很多钱。哦，还有你，百应专门承接各种特殊险种，在这里你可以随心所欲的查你想查的案子。我会考虑考虑的。哎，不过这次的事儿只是找你帮个小忙，你别想太美了。谢谢，走。名模张可儿保险案已经水落石出，红叶按约赔付2000万保金。事件真相涉及酒庄老板吴涵蓄意伤人，现已被警方控制。张可儿本人因为这件事，多年前和好友意外致使同学陈凯受伤的事也被披露。三人深刻忏悔，向陈凯的母亲当众道歉，并给予高额的赔偿金。陈凯的母亲接受三人道歉的同时，也承认自己当年制造陈凯假死骗取保险金这一事实。案发期间，张可儿三人因为受到惊吓，专门购买了巨额的人寿意外险。感觉还不错吧？天才，我还以为你不想做调查员呢。我需要钱，而且百应的工资比我想象中要高。是。我的风格你知道，我是一个从来不守规矩的一个员工。这个我有心理准备。欢迎加入百应。来吧，喝一杯吧。我说过了，我不喜欢酒精。有什么事，直接说吧。我们现在也算是同事了，这叫联络一下感情嘛。再说了，我们两个一块儿联手破了案子，该庆祝一下。嗯。哎，别忘了醒酒啊。来。很多事情啊，都是重在参与才能体会到里面的乐趣，就跟你第一次参加保险调查是一模一样的。来，再走一个，干了，干了。嗯，你不觉得这次诈保案很特别吗？什么意思啊？莎莎她只是一个业务经理，她不可能设计出来这么复杂的案子来。你是说后面另有其人？
我从莎莎的办公室里找到了一些资料，你看看。这件外国的案子，你不觉得和这次炸宝案有点相似吗？莎莎有可能就是受到了这件案子的启发，设计了这次炸宝案。也许这是个巧合。很有可能是他。谁啊？鲁班志。鲁班志是谁？鲁班志是一个炸宝石的代号，他设计的所有的案子都是精妙无比，而这个鲁班志经常会在不经意的地方留下自己的签名图案。哎，不是吧，喝了一口就喝多了。喂，你要睡也找个舒服的地方睡啊。来，大哥，来。谁啊？来了。